该找上藏食物的地点呢。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然后这边是有一只早上出门藏食物的地点。早上有藏东西啊，在那里。上面那只没有，上面自己在里毛。对，那是下面，那是不是？然后老二有在偷看，偷看一下而已。看得到，小只的在这里，你肉眼我也看不到。就看一下。哦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这只是幼鸟。对对对。嗯，这个位置在哪？最远的山头上有了白点，绿草旁边有了白点。OK， 好。对。哦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喂。对对对。有带一块进去。哦。哎，一开始我以为是母鸟带进去，后来发现不对。那一阵子的时候。是啊，普通圈的。哇、哦，你厉害！未飞先猜，开始录像。啊、哦，可惜最后一趴。重啊！来，重，嘿嘿嘿嘿。